端午假期我们来到江门，江门又称武义。武义人为什么要成群结队背井离乡去海外呢？从城市的水泥森林来到乡村，顿觉心旷神怡。江门下辖开平、台山、恩平、新会、鹤山五个市，武义无一例外都是全国著名的侨乡。其实广东本身就是侨乡，作为侨乡，江门给人的印象来得更深刻。在江门差不多户户有华侨，家家是侨眷，甚至许多村的经济来源就是侨汇。而中西合璧或纯西洋风格的建筑在江门更是村村都有，这些像碉堡一样的建筑称为碉楼。在江门随处可见分散立于田野马路边的各式碉楼，这些碉楼的主人大都是当地到海外谋生的华侨返乡建的，游客从中可追寻当年武义华侨特有的生活场景。武义人向海外移民时可追溯至唐代，唐熙宗广明元年880年，黄巢起义军自福建、江西挺进广州、新会一带。当时的新会包括今江门市区、开平及台山全境、鹤山、恩平部分，有移民先例的新会人，于是纷纷随阿拉伯商船前往印度尼西亚、苏门答腊等地避难。南宋祥兴二年（1279年），南宋军与元军决战于新会衙门。为逃避元军镇压，大批武义人再度流亡海外。明末在新会先后发生了数次起义，每次起义失败的余部差不多都漂洋过海逃生去了。清康熙年初两次迁界，清代的迁界是强制沿海百姓迁徙，将滨海之地变成无人区。武义又有不少人选择出洋谋生。清嘉庆年间1796到1820年，西会朝廉人张宝载纠集武义平民和游民，最多时达20万人，以香港岛为基地袭击过往的洋船、官船和商船，后张宝载降清，而拒绝随其投诚的几万人漂洋过海，到了菲律宾、婆罗洲、马来西亚等地。差不多武义历史上每一次动乱都会造成大量原住民移居海外，而1848年后因美国、澳大利亚、加拿大等国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开发金矿和修筑铁路，武义地区出现了国际性移民高潮。据统计，从1840年到1876年武义人被运到美国的契约华工多达12.4万，至现今海内外有两个台山、两个开平。据1999年的统计，祖籍武义的海外华侨、华人和港澳台同胞，共有约368万人，约占全国海外侨胞的1/10，漫步在南方的田间地头，给我这个北方人绝对不一样的感受。田野风光秀丽，江山如画。